妈，我回来了。我在硬核受尽了苦，被人打，被人追着打，被人踹，被人欺负，又冷又饿。钱我也全部交给四舅爷了。我现在又很饿很冷。妈，你别疼，别骂，真的，你舍得打我吗？妈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大家都是亲戚，算了算了。